比如气场强大的前任天王嫂乐基儿，不用带上有关天王的任何话题，就已经是稳稳博得关注。因为前天王嫂的感情问题也非常引人瞩目啊。 当啱嘅时间，如果我真系拍拖，我会同人讲咯。不过而家系冇咁即系我唔希望每一次我侧边有个男仔朋友都话我拍拖，如果唔系真系好似搞到我拍好多拖咁咯。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